这个视频还是冬子杰拍的，是冬子杰晚上拍的。中午不是吃了羊肉嘛，然后下午的时候我妈进城又买了3斤羊杂，2斤羊骨头，然后晚上再接着吃，好不好？嗯，我觉得羊杂比羊肉还好吃，羊杂很香。不是不是，嘿嘿。那些羊杂品。这是中午的火锅料，这可大了。这个羊肠子吃安逸。羊肠啊，我吃羊肠。三个男的嘛，他说的，他说的。好香。洗干净没有？洗干净没有？你拿来有没香？啊，我洗了的啊。到了料酒就是就味道就没啥的。哎呀，这个也就是说，我有时候遇到啊，哪里摸得出来，摸不出来就没法用了。因为他轻，他就。好难用。哦，那个羊肚子吃的脆没有？身体我都没看到。就比如找到吃，他就想吃羊肠的。猫子胃好就是，他蛋多。周四二那天我遇到他一回，只要酒。你咋的？他说我没拿你东西的，都是对方。我儿子今天又停工了。那那是要买什么的东西了？我们也舍不得。明年子就自己每个人拿钱，每个人拿去交就算了。我去给妈弄啊。好，我们去办那个东西，等一会就找房东。1700多，近1800。如果是你办的，你办个就只有1400多才够。冷了。好冷。要跑人。那个嘛，高铁，好啊。拥挤不多。你吃饭噻，我酱好吃吃。啥子？少嘛，对呀，对呀，少嘛。不是。我没得事。有些会停。我那辆车。男方的那个人嘛，人家男方的认为是你女方的，女方的。那收钱是在办了，他还要给红包，他就直接给办了。别人收了，你就管人家是吧？那不是不行。那还有往这儿投，不投了，我不要了，我是不要了，花了。推杆办吧，行。车牌他认到的。来吃。别了，吃不了。妈呀，背的早些，哪个头发都在背？吃喝玩乐，哪个不想？哈哈，耍个，哈哈，肯定耍个。我再一个，管他妈屁，往那去往样子，胃搞冲的很。这个香都喝哪里？妈的事，天天说。那时候你要吃嘛也莫花，就是薄的吃的情况下，我像大象个那个穿布鞋子，叽喳叽喳子，趾脚趾拇都在外头弄着，就捂着肚子，要拔谷草。啊，补一下。在哪里管？哪个管？我这真的没得线，缝起来。嗯，那就是。
不动的，一年就只这么双。公家的孩子我没老母做的，只说没给你把那个相片照了个去。你老二英国的时候就在磨盘上坐着，被疼多大？我还是冷得不耐火，太冷了不耐。那是大的些小的嘛，竟然敢顺这个套去，套腰杆儿，硬是顺着，硬套的。那还不懂啊？你套腰杆噻。那会造惊人，那改不得嘛，尽量是改不得。那可以用手啊，可以改啊，你把手绑。他就是要改的嘛。套丝绕那个套套又和套套紧紧看着。那改弄我都改不弄，老的算的啥子就。哦，老的算的啥？老保管，老保管，哎，保管室前头有个那个水沟，也是容易震震的很。晓得他是跟哪几个娃儿轰打锤一下，汗去鼻子讲都不得打起来。我在这边，把蹦起来，把蹦起来，蹦起。鬼天的鼻子是跟我一肚带，我们两个一肚带走谁了？还想打我？我是嘛，我爷就说，你娃儿弄哪桥？爷爷找，找。我是那是娃家，我是哪少？我是娃家两三岁，我能走嘛？我们那是书都没去读，把美女带上来。哎呀，你是小，都爱小个。都小哪？只是看。一个十五岁。是嘛？这是。一个十五岁。然后拽拽的走路，走路上盖小的走尾巴上。走到一堆都三个人在一堆，那么看惨了，这个小妹儿就不在了。小妹儿就谁？他们面刚刚哦，哎呀，你给他们说，他们他不相信。